来个这个拌菜吃啊。这个，然后一起，啊，这大叔挺好啊，慈眉善目的，长得，我说实话啊，有点像我姥爷。把这些东西一堆拌一起，这个是什么果？现在就认识这个，这个是香蕉。哎，这不是香蕉啊，这是香蕉吗？啊，这个是酸角。这个是啥也不认识啊，这个是啥也不认识，这啥东西没有一个认识的啊，吃了一顿吃了个寂寞，没有一个认识的。现在天冷了兄弟们，你看都没有苍蝇了，现在是冬天了。这个认识，要辣椒，要。很多人那个问我说我那黄衣服哪儿去了，我最近不是瘦了吗，黄衣服太大了，让我就不穿了，让我像咸鱼给卖了啊。哎呦，干什么说老漂亮了，这啥意思，直到我拍录像怎么把眼镜戴上了。哎呦我去，大爷迷之自信啊。这几位什么调料也不知道，这到底是不是香蕉啊兄弟们，香蕉为什么里面是这样的，这什么香蕉，哎呦我真有点受不了了。哟放行，我尝尝。行，不错。好嘞，谢谢大叔啊。最近身边人都在闲鱼 APP 上卖闲置赚钱，只试穿过一次的衣服，放着也是放着，都可以挂在闲鱼上，分分钟就能卖掉。我就卖掉了好几件，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节后吃土了。点击下方链接，赶紧去闲鱼卖闲置赚钱吧！来吧，言归正传，像馅儿啊，这玩意儿包饺子行啊。哎呦，这有点像家乡那鲅鱼饺子啊！你看鲅鱼馅饺子多碎啊！你看稀泥啊，真辣。哎呦我去，又酸又辣，你说这玩意儿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的白扯，干净卫生啊兄弟们。